大家好，我是 Toby。 上个周末我们去 Oberstdorf im Allgäu， 这是德国南部的山脉，对我来说就像是德国的小九寨沟。德国人最喜欢度假方式就是找个民宿，可能每次度假去同一个民宿，在山里面徒步远足，或者骑自行车，单纯享受这样大自然的宁静。今天我就带你们体验德国这种度假的方式的感觉。你们的马怎么叫？你们的马？哈哈哈哈哈哈！